好啦，刚刚电脑断掉啦，可能解析度还是调太高了，想说这只是小小的游戏就可以把解析度调高一点，好吧？看来还是只能用这个解析度比较低一点点而已啦，好吧？起码这样的话字幕应该还是 OK 吧？不然电脑再下去应该真的改成自身的烧掉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游戏以后应该是没有自动调整。没有自动记录的吧，所以刚刚的对话要再重看一次。哦，天哪！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Go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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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这边给跳过吗？这游戏都没有，它没有类似就是。快速游戏或是可以跳过的，这样又是介绍，麻烦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对，讲话讲快一点，不用介绍了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所以这边就有四个外人而已嘛，所以凶手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了。吃饭快吃饭吃饭！嘿啦，他没有来啦，快点，快点快点，服务不要再讲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犯错了，呵呵，犯错了。进来，快点吃饭。闪亮亮的头，死光头佬。超猛光头佬，喂，好回事呢？いただきます。进来啦，麦克共啊，印加分。刚刚是讲到哪里啊？是说完故事之后吧，跳过，快跳过。他们前面那一碗是拉面吗？看起来是拉面的样子。给你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把那个分享器那边的线给拔掉，会不会跑得比较快？毕竟那边的账。这边占到我这边的网络速度了。事实上，我们这边啊，算了，我也不想念了。这边刚刚念过了，快点跳过。这在咳什么的？顶多放些宝石、金子等值钱的东西打发他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结果他就把行踪灭掉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吸了一整天的沙子，真的不舒服。没办法，开新店嘛，都一堆工程啊，有的没的，敲敲打打的，哦，真的第一次嘛。那还蛮好玩的，呵呵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抓住凶手，然后找出宝藏，然后游戏就会进入快乐结局。酷啦，真的，因为 说实在的，其实我是想睡一下，然后晚上就去公司开会。不过因为真的太久没有实况了，而且下礼拜又要断稿，然后又公司那边又是新开幕，应该是没什么时间可以实况了。我有点吃不下，呵呵，好像刚刚应该是到这边吧，好可怕，不会被杀掉吧？只是传说而已。所以光彦是喜欢步美吧？哇哦！然后再换柯南讲话，好比说，哦，拿入后头，依然是林青阳，那么还是入影追逐吧。
啊哈，哈啊，反正故事听完，我按到了，这才对，吃东西比较重要。喂，每天拿些酒来，各位慢慢享用吧。啊，你这边要吃哦。目前 CPU 51%，应该 OK 吧？只要不要再继续往上飙，应该都是 OK 的。好吧，现在呢，我在哪里？哦，吃饱了，还要吃点点吗？是。哎，吃掉了，不见了。快，你的甜点给我吃。哇，我好像吃到不该吃的东西。哎，小姐你好，林黛阿姨，呵呵呵，阿姨，影响力不容小可。那呢，问问别的事吧。光云众人的事，光云传说，没有别的事。哦，按错了。每一天问问老板，每一天日出的开发有经验。呵呵，这个开发也是算我一份哦。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牛大人不努力怎么行呢？所以林黛阿姨也是投资者之一喽。一起开发计划，想不到最后挖掘你留下来的最后的愤怒。呵呵呵呵啊，这样糟了。哦，本熊，问一下超猛多少老师，关于本熊叔叔，那个人只不过是有钱一点就至于了不起，要不是为了女巫大人将来众多的信徒着想，我才懒得向他说话了。呵呵，两个人处不好，没什么，北兹尼呢，口头嘎叽的，小朋友就不用那么多了。阿虫哥哥叔在帮开发班，在这开发案帮了梅田叔叔不少。我出信，他只是岳父上银本，那个失踪多久的银针当然就会出现，但现在可好了，连送到人家手中都没有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哎，点点点，取消，没有别的事，是骗你的，取消。跟你问传说中的事。传说中饱受经营，还犯了他的大忌，也难怪这个种族繁荣起来。所以说只要一切听女巫大人指示，种族就会发达起来。呵呵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这什么便条纸上面没有写任何东西。想取得蛋糕，取得红茶，取得酒，威士忌，快点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快拿起来，快点喝，威士忌会变大呢。甜酒，伏特加，点点点点屁哦，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变大的，变嫩又大又粗又猛。苹果，我要苹果，快点，没有东西可以拿了吗？大叔你好，好酒再来一杯。呵，果然老样子。本熊叔，你也醉了，你们两个酒鬼，闪一边去，看来是没有好事的，好吧？咦，甜点，这是披萨吗？问了。我就只能拿这两个东西哦。哎，怎么办？物品，体力加200，推理加20。推理是应该是检查什么东西之后推理值就会下降，然后吃那个之后就可以补回来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根据我的推理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我也需要来杯红茶。阿虫哥哥之前都待在城市，为了研究和委托的事情回来，是吗？是啊，我是历史研究所中研究所的研三学生，打算写一篇关于家乡的历史，跟红雪屋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关联。为了投资的周旋还有没处的开发案而来，那如果通过问别的事吧。关于众人，首先是怎么看，做事很认真，有时候认真过头，看他那么辛苦就忍不住为他分担一点事，总觉得老师帮不上忙这样子，就像对那个推荐信一样吗？秃头佬熊叔其实很豪迈哦，竟然叫他熊叔。虽然他常常行为怪的，好比说随身又带一包糖粉在身上又胡乱乱，但是他对民宿的投资可是一点都不手软哦。民宿圆梦人圆真有梦人圆真，民宿梦人圆真要多亏熊叔，是这样念吗？怎么念都不会。糖粉最爱是甜食跟油，你确定是糖粉吗？不是白粉。常常要米叔做甜点给他吃，呵呵。最后问这个讨厌的女人，阿虫哥哥对林黛阿姨又是什么想法呢？目前很凶啊，可是做事常常
就非常积极，只要他一决定的事，一定会去完成，这就是我好向他学习的地方，呵呵，崇敬的意思吧。有点像是只要是充满自信积极行事的人，我都非常敬佩啊。好，没了。关于传说，阿虫哥哥什么事？传说固然是传说，我们以后会怎么想？顺其自然。说到这个，等一下就去看洪水神社吧，你一定有兴趣。神社，好，没事的，你可以死的。噔噔噔，笨服部又工藤，还没面子，我需要面子，这些不够，我需要食盒。这种很好吃的果酱你不拿，好吃的果酱不拿吗？观念觉得现在也学得如何主义反正好厉害 Sky 呢。然后呢，你们三个人的对话就这样而已，我是小屁孩，亏你们还当那个小侦探。有需要可以在哪？什么时候需要？我需要来装蛋糕。我要吃蛋糕。我是就算了，问你。明天叔叔的晚上肉蛋糕，谢谢神奶，你们吃蛋糕就好。选用的食材是我们这里所生产的，绝对新鲜，也绝对好吃，保证物超所值。生奇虫，阿虫哥哥看起来是一个很和善的人，有没有凝固啊？和善，似乎对开放也很热衷，还特别请来侦探帮忙讲。啊，是啊，他真的很乖巧的孩子，在这部分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呢。请侦探来也是阿虫提议的，他本来还担心你们不想来，呵呵。虽然我拖鞋没来，工藤侦探手中，你还是在前面想工藤侦探。服部要是听到就打死你。熊本民馆，熊本出书即经营中，即经营中小企业，那么是赞助商喽。是的，这次开发案就是熊本先生提供资金的，他愿意投资在这个什么原来如此，呵呵。好了，快速跳过，反正这家伙很讨厌。取消。关于传说，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吗？然后呢？绕跑，他们说几句话，我已经收获多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会员，我们去约会吧。去，心里只想着博士而已，那个喜欢大叔的药，出房没事的运气吗？然后呢？见女人，取消，没有事，拜拜。嘿，安安，没有事。好吧，下来是要跟他讲话。你有工藤，差不多的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出发去哪里啊？我搜索，怎么没看到熊本叔叔？熊叔喝醉情绪，小朋友想要玩休息的可以进去哦。可以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不累。那边让我走吧，请我来。我开始有点小度孤，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躺一下，可能今天实况可能会需要关台了。我说真的。然后目前的话，左上角那边有个显示手机的样子，那就是代表可以存档，会有存档。安安。
村后面有一个滑雪道，小滑雪场，从上面可以看到有个小村子，就是我的故乡了。不过现在要去神社，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。所以现在要去神社，好，我了解了。神社呢？是干嘛？对，是哪里？啊，就我一个人逛街哦，啊，其他人都死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也没上线，没有心。哎，呵呵，你想干嘛？我可以动了，好吧。刚刚我有点小度孤，所以我先回去看，回去调查看看有什么东西。那是够大的，这一分这一分过去。上面呢？上面也不能过去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其实下面也没什么东西吧，因为。通常剧情可以继续发展，就是代表那条路是正确的，或者是那条路是正确的坏结局。然后呢，往下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那跳下去，跳。他说按 Z 键在特别地方可以跳起来，我要跳这个悬崖，跳。好吧，只好跟你讲话了。我好像跟你讲过话了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那我先存档。好吧，收台，我会不会太早收台？因为我真的有点累，真的没办法。好吧，我先收起来好了。改天再来实况，反正这游戏应该会玩非常非常久，可以，应该会分很多次来实况的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那大家这样子看看我实况一半，那边打瞌睡。好了，下次再来实况呢，那也欢迎大家来收看啦。啊，可能会下礼拜周末吧，毕竟又忙一堆事情啦。好了，那就先在这边收台啦，谢谢各位啦，拜。